麦圈刮没刮着，让他给我麦圈刮了，开玩笑的啊。那一招顶多本中等水平。我们直播属于放屁直播，说话基本上可以当做放屁。打个眼啊，女师傅，给我晕 A 接口走，行呗。你是不是没带闪现？晕住 A， 点燃红怒扣闪现走，拜拜。快快死，小兵！啊！这么远呐！哎呦天，这唐唐打这么远！我寻我已经挺远的了呢。我小亏吧，兵线太次了。我有种预感呐，我感觉那螳螂还得来，我咋办呢？我没法压他了，我如果这波又死了我就崩了，算了吧，别跟他打了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？因为这哥们儿满血，他不可能说是他搁上路只来一趟，他指定是两趟。胡的换一下蓝光啊，换一下蓝光。耗一波 ，A 接 W 溜平 A，A 接红怒抽，麦圈抠，一上来 W 溜一走不打了，他好多药啊，我药都没了。再耗下去不一定能耗得过他们呀。算了吧，不跟他耗了，出点装备。他还有一瓶药呢，然后他还有一个饼干，我们要想跟他耗，这波肯定是耗不过。下波的吧，我没想到我的鳄鱼居然能让人给压了，但这也没办法，确实他兵线好，那螳螂过来帮他一波，他带着传送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这不死了吗？这不够呛了吗？那也没蓝呢。做小反甲能好过？哼。
他配让我做小反甲吗？他配吗？您配吗？让我做小反甲，天！这个小反甲不是为了他做的，而是为了对面的阵容。扣一下，让他打一下，没关系。直接开大晕住，别往他后边走，你往他后边走，万一他大你，他不容易走吗？往他身边靠啊。像这波我跟你们说啊，他就不应该放大招，他放大招没啥用。哇，卡特琳呐，这么猛吗？卡特琳呐，黑哈巴溜平呗，黑接红扣平呗，平呗，螳螂搁右边呢，别着急上一过来平呗。A E 红路扣平 A 接晕来一个平 A， 哼，蓝枪，那蓝枪怎么带疾跑啊？非得 K 一下子，你就回家呗。谢谢亲叔叔打三个飞机，谢谢谢谢谢谢亲叔叔啊，感谢。那亲叔叔进房间怎么没有那个房间 VIP 特效呢？打个蛤蟆。耗点也完，红路扣平给闪现走。哟，不好跑了呀，往上走吧。哇，这都能捆到我，红路扣红路晕走，我走不掉了。我有皮孩，他不一定能打不能到我啊。哎呀，漂亮，走了。哎呀，我这我都能走，把中路塔皮吃一吃。他们家的螳螂才六级呀、啊、这是掉线了吗？你怎么哪都能看见你呢？我就发现了，这太不是个东西了，我天，
么原因，具体是什么原因糊我也不太清楚，啥也没动啊，就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也不清楚。所以我晕，好打吧的我。收一下，这也追不死啊，随便追一下子吧。不追了，追不死，太幼了。晕 ，A 红怒收 ，A E 和解战术还行，有个螳螂意外收获。不错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Shut down。不是，有些兄弟糊吧，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是我这直播的问题，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。只能切一下蓝光了，糊的话就切个蓝光了，我也没办法重开直播，可能一个月里边偶尔就会有这么一天。玩啥呢你？越塔耍的卡米尔，确实注意破他盾就可以了，一上来直接开大招，红怒晕和血战斧接 Q， 换换了吧，来个皮鞋，说错了，来个布甲鞋。直接反甲行不行？其实可以，钱也够，直接咱就反甲。谢谢加敏的大火箭，谢谢加敏，哎呀感谢加敏呐、啊、谢谢加敏的火箭。还记得我呀？今天小年吗？小年快乐啊！小年快乐！谢谢佳敏的大火箭，蓝枪十二级，我靠，我才十级，真能吃！有没有石头人？让我晕死！一个射把你给射死，上一波维鲁斯把我杀了，这一波我得把维鲁斯杀了。那糊就糊呗，你说糊都跟你说了，糊换一下蓝光完事还在那说啊，原话跟看图片一样，那你就别看图片，你看蓝光不就完了吗？你好好跟大家说话，你就说换一下蓝光，然后让大家收一点，你也没有办法给他们说。好，你好好说，你别说那么大半年了，对不起啊，不能给大家客气，对不起。你那你说你的你。你都知道那蓝光不卡的话，你就换蓝光呗，啊，谅解一下，谅解一下。
下路有没有人拆呀？你干哈呢？没水了。我现在一个打三个，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。但前提咱不能说是越塔，嗯，一打三应该没啥太大的问题。哎呦啊！直接拆吧，这维鲁斯暴击怎么才144呢？打人能不能掉点血啊？算了，拿架吧。